Time. Time.刚刚是祝贺了自己的对手蒙妮卡利克库和贝谷两人，也是打得非常出色。他说：“作为一位卫冕冠军的压力肯定是有的，也是感谢Sunny亚在一周以来对于自己的陪伴。同时说到感谢赛事的赞助商、赛事的组委会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、志愿者为我们2015东风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的成功举办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各位，让我们再一次祝贺！” 2015东风汽车武汉网球公开赛冠军组合辛尼斯米尔扎。All right, ladies and gentlemen, now it's time for protocol 15 Dongfeng Motor Wuhan Open Doubles. <音><音>好的，再次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。Once again, ladies and gentlemen.